个厂家车间在这个电梯检修的时候，啊，检修机，然后来了几班的，粘稠器上面，前面是吧？啊，工作的一级工钱等一下，工作人员工钱去，一级工钱等一下，几分钟就过去了。这是经过这个隐患，就跟大家讲了。再说一个，就是咱们刚刚邹主任说的。Thank you.